不会啊。嗯。咱讲我甲人生的下半场啊，吼。嗯。你讲过有啥物梦想还未去完成？哦，我真正足想要去看迄个巴黎铁塔、万里长城，还有那个自由女神。阿丽丽，我想要走三铁，吼！我想要在我的人生最后会当完成这个梦想。你是咧发烧哦，还是咧寒面呐？啊！三铁是啥呢？三铁是爱游泳、爱骑脚踏车、爱走马拉松呢。我知啊。啊！你是有材料哟，你嘛搁拜托诶。游泳，我那都是在你的时阵吼，你为着要创我穿比基尼叫我去游泳，结果嘞，你家己游来了遐么淹死，可是我跳来家己救的。你即马跟我讲你要去山铁，你要游泳，你是真喊命较紧啊你！我去报一铁都，一铁是哪一铁？马拉松啊！你会记我少年时有一届，我去报的马拉松，哎呀，足可惜的，走一半足失败啦。什么你走到一半？什么你走到一半？你是会去哩无？你看你读较歹啊！迄天哦，咧比赛时阵，人咧拼者，大家拢冲出去，你干那跋咧楼卡，你就跋咧遐哩。我叫是你先哪嘞？叫是去互撑大着嘞。结果嘞，哈！我险啊嘞，救护车嘞，甲你送去。我险啊去殡仪馆甲你接嘞。你嘛要甲拜托，你卖安尼甲我吓惊啦！你什么咧马拉松？你卖搁喊面啊啦！哎呦，好啦，那无安尼好未？我最近咧看电视节目《阿姐万岁》，主持人陈志祥，哦，迄身材足好个，胸肌、腹肌、二头肌、三头肌，然后我来去健身，练成就甲陈志祥同款安尼，安尼你看嘛欢喜，哎，加当幸福一届，哎，哦。先生，你都70岁了，啊，什么鸡？你的鸡都移民了啦，我都找不到了，好不好？较认分呢，哈、啊！迄工具仔落去，叫你捡，你才捡嘞，爬袂起来。果是我找厝边头尾啊，大家甲你扶起来。你即马甲我讲，你要去练健身，你困懵困啊，莫含面啊啦！梦想做梦比较快啦，乌白翔，真正是，莫阁讲只啊，讲着我就心情歹，气死！刚讲人生活到70岁。就袂当有梦想啊！讲含面的较紧吼。啊！哦，卖懵啦！不要啦，啰嗦啊！喜欢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吗？嗯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准时收看到我们每一期的影片哦。马上通知你。